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十住品第10。我们还是从第二加分看起，从头看，一三昧力，设方过千佛刹，微尘数世界之外，有千佛刹微尘数诸佛，皆同一号，明月法会浮现其前。这个地方是一段啊。初住菩萨，德号啊都叫法会。所以法会呢，是初住的通名，并不指某一个人。虽然都称为法会，但是在这一会当中啊，一定有一个会主啊，也就像我这个会里面大会的主席一样啊，我们这个课堂的班长一样，由他来做代表啊。那么此地呢讲的法会菩萨就是这一会的会主啊。以三昧力得到毗卢遮那威神的加持，他得到三昧了啊。这个三昧名号在前面我们读过啊，菩萨无量方便三昧。在大乘教里面，法门很多啊，像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法门无量，真的是无量，无量无数无边无尽。你修学哪一个法门，把你的心专注在一门上，这就叫三昧。专心学习啊，三昧是梵语，一般也翻作禅定啊。那么这个是佛法修学非常重要的纲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你的一生的修学就不会有成就。在净土宗呢，不叫三昧，叫什么？叫一心不乱。看，一心不就是专注吗？啊，不乱就开慧了，一心是定啊，啊，一戒得定。因定开慧，叫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哪一个法门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所以戒律里头在教下讲最重要的就是一门深入，
常时熏修啊，不能够劣等，不能够学太多，太多太杂了，你就不能成就三昧啊。得到三昧之后，一定得到佛的加持。得佛的加持，明心见性呐。菩萨修到这个层次，要没有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加持，不可能的事情。这不仅是超越了六道，超越十法界了。所以发慧菩萨要有住了，他有住处了。换一句话说，在这之前没有住处。六道里的是在六道里头流浪，四圣法界也没有住处啊，阿罗汉、辟支佛，这个菩萨，十法界里的叫全教菩萨，还有佛，十法界里面佛都没有住处，这个我们学过望境还原观。多清楚望境还原观所说的全是华严经上讲的精华没住处。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示现也是没有住处你看他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最好的榜样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戒律都讲得很清楚，这一棵树上不能住两宿。明天换一棵树。为什么？众生习气很重啊，怕你留念。这个大树很好，这个阴凉很大，我在这时候，明天我还到这了。后天还到这，你就散了贪心了。不许哭，你一定要换一个地方。这是什么？教你断贪念的烦恼，断贪嗔痴啊！贪嗔痴是三毒啊，是病根啊！在我们身体来说。贪嗔痴是所有一切病苦的根源。你要没有贪嗔痴，你不会生病。所以里面有贪嗔痴的病毒，外面受一点点，风寒的干扰，你就会生病。或者是受一点刺激，这个刺激是烦恼。怨恨、恼怒，你病就来了。如果心地清净，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着清净平等心，逆境不生怨恨，不生烦恼，顺境呢不生贪念。你永远不会生病这佛法里说的很清楚现在的医学也证明彭星这个医生报告里面说我们现在社会上种种这些疾病的来源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都自己找来的你如果真的觉悟了，从心理上改变，断卧修善，忏除业障，他病自己就好了，不需要用医药医药是个小的辅助而已，
真正病好了是靠自己心转变了，非常有道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所以要记住，规矩就是戒律，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经教的大戒。一门没有学好，不能学第二门。什么叫学好呢？我们以前跟李老师那个标准很低。李老师教我们学经，学了会讲，能上台去讲，他在底下听了点头，那就叫学好了，你就可以学第二步。华严经上不是这个标准。华严什么标准呢？见性。明心见性呢，那才叫这一步经学好了。一见性之后啊，什么经都通了。是一经通啊，一切尽通。这人家是这个标准。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初学的时候，李老师用这个标准会把我们学生全吓跑了。没有一个人敢学了。所以他把标准拉到最低。你用心学，学了上台能讲。讲的是让他听得满意，觉得你没讲错。老师说你就可以学第二步了。这个是切我们现在人的机，叫大开方便之门。他这个三昧不是无量方便三昧。也没有违背经教，戒淫初机。入佛门之后，就是学了大经，这些道理都能贯通了，就恍然大悟。我们一生的时候真的是抓一个法门，一部经典。那我们学净宗的抓一部经典，什么经呢？无量寿经。那华严呢？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所以这个一定要晓得无量寿经的细讲。那么讲无量寿经，讲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略说。这个是过去祖师大德都肯定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也曾经说过，我们要能把弥陀经、无量寿经讲好，那一定要学华严。你才把这两部经讲得精彩啊，讲得透彻。那没有这个这么细的这个细说的基础的时候，你怎么会了解？你怎么能够切入？那么我们得定就叫念佛三昧，自受用啊。得三昧，一个是你自己修得的，佛在加持。佛在加持，把你所得到的三昧提升。你本来像我们现在念佛人的功夫成片，佛业加持呢，你就变成四意心不乱。你要是得四意心不乱呢，那佛业加持你就变成理业心不乱。佛的加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与你自己功恨的成正比例，你一分成就得一分佛力加持，你两分成就你就得两分加持，十分成就你就得十分加持，绝不是佛有差别，
完全是自己的感，佛有应。啊，这个要有道理，要懂，因为佛没有分别心，佛没有执着，不但没有分别执着，佛没有起心动念，这是真的。没起心动念，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感？哎，这些年来，日本江本博士实验做出来了，啊，你看他用水做实验，水是矿物啊，实验出来是水能听、能看、能懂的人的意思。你看多么微妙啊！我们以善意对他，你看他那个反应捷径多美。我们以恶的念头对他时，他反应就很丑陋。他有分别执着吗？没有。他有起心动念吗？也没有。啊，那为什么他有见闻觉知？他有受想行识？啊，他非常快速、明显的反应给我们看。我们从这里就晓得了。啊，为什么呢？他的体是发心啊，所有一切现象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个心是心性啊，是真如，是自信，是法性，法性变的，法性变成了物质，变成了现象，这些现象里面有法性的能量，有法性的信息。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整个宇宙是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我们在这个讲堂这坐一板凳就活的，他懂我们意思。啊，我们上面天花板啊，下面这水泥地统统是活的。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夜夜微尘里面有世界。啊，微尘是一报里头最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正报里面最小的毛孔、毛端，这里都有世界，有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多少佛刹呢？无量无边，在哪里？在一微尘里头啊！所以这一微尘，它有圆满的色相，有圆满的能量，有圆满的信息啊！所以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知道啊，佛法是科学啊。啊，科学里头研究宇宙的缘起，没有佛法讲的这么清楚，这么透彻啊！啊，这个境界，佛总的一句话就叫不思议境界。啊，为什么？你不能用思维，你不能用想象，你也没办法用言语说出来。所以我一证方知，你自己不契入这个境界。你怎么会知道？啊，怎么去如呢？我们从这个经从头一直学到这个地方来，知道啊，一个阶层一个在修行。啊，初住在菩萨五十一个位次里面，要是我们讲算年级来说，这第十一年级。啊，前面从一年级到十年级没有超越十法界，在十法界里面。啊，一年级到七年级啊，到六年级是在六道啊。啊，
七年级就出了六道了。啊，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十年级，这就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十一年级脱离十法界，叫一真法界。啊，法会菩萨住哪里啊？住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这真叫有住了。啊，十法界里没住啊，十法界可怜啊，都在流浪啊，都在轮回啊。啊，四圣法界的这些圣者的是有进有退啊。啊，不过他们退都有底线。啊，你说这个出国须陀洹，他的底线是人道，他不会退到三恶道。啊，四圣法界里面这些菩萨，全教菩萨，他也有个底线，他那个底线呢，就是声闻，他不会退到六道轮回，都有底线。啊，那么初住以上，这是常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他们通通皆行，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呢，通通放下了，那是平等世界，真平等，不是假的。那平等境界里，为什么佛说四十一个阶级呢？啊，这个主要知道，这四十一个阶级是从习气没断，啊，无明断了，啊，无始无明真断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啊，习气不妨碍，所以这四十一个阶级，咱们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说它有吧，人家完全是习。平等境界哪来的分别？你说都没有吧？真的，他这个习气啊，浓淡不一样。越往上面去，习气淡薄；越往下面呢，习气很浓。所以从习气上啊，说有四十一个阶级。啊，我们不能够用我们凡夫之见来分别这桩事情，那你就全都错了。啊，这个境界是华严境界。啊，分别就是不分别，不分别就是分别，分别跟不分别是一，不是二，这华严。啊，我们用这个呢来看四十一位，那就对了。啊，这是佛讲的意思，啊，如来所说的真实义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学经教，最重要的这是大经，对这个化身菩萨说的。啊，可是我们在这边得很多的利益。啊，最殊胜的利益呢？就这高层的境界，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啊，对整个宇宙是一回什么事情？不迷惑了，这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啊，修行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张家大师。啊，我真的是接触佛法，跟出家人第一天见面，啊，我向他请教。那个时候，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介绍给我，啊，他对这部经非常赞叹，他是学哲学，他说这是佛经的哲学概论。啊，佛法里面所有宗派的教义全在这里头。
啊，所以我向张家大师报告，方老师介绍给我这部经，我也非常欢喜，感到很有缘分。啊，向他老人家请教，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就能够契入境界？啊，他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啊，就是望境还原论里面的五指六观，看得破是六观，放得下是五指。啊，我这刚刚学佛才两个多月了，是啊，所以张家大师有智慧啊，他不讲直观，要讲直观我就糊涂了，我就搞不清楚了。他讲看破放下，你看。这个就容易懂啊！啊，虽然没有真懂啊，总觉得自己行啊，看破放下，我还能听得懂。那从哪里下手呢？啊，他老人家告诉我，布施啊，布施舍呀，你舍就有德了啊，所以你只要肯放下。得到是什么呢？境界向上提升，这个重要啊！我们来到人间来干什么？啊，很多人研究啊，我到这个世界来到底干什么的？啊，我就听过有些人问我，啊，想了很多年呢，找不到答案了。佛在经上说出来了一句话，四个字：人生愁业。你看，这一句话讲得多清楚啊！你为什么到人间来？你过去造的业，业报啊！过去生中造的善业，你来享福的；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那你来受苦的。就这么回事情。啊，解释都清楚啊，我们都是业报来的，可是我们很幸运，在这一生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自己就可以转变自己的业报啊。啊，超越业报啊，那这是我们修学的功夫啊。啊，这样来的时候，你就有意义。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学了佛了，不学佛不知道，学了消业障，长智慧，提升自己的灵性。提到什么程度呢？哎，你遇到的语言要是殊胜，啊，这个就是正善导大师所讲的。总在遇语言不同啊！你遇到的语言殊胜的时候，你这一生可以提到像法会菩萨这个级别。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如果生十报庄严土，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恭喜你，人家都称你为法会菩萨。啊，真成佛了。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啊，问题是你要肯舍啊。啊，你不肯舍这不行啊。啊，大乘法给你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啊，你看看这些菩萨修行。佛在璎珞经上总结了十句，十种德行，你才能够修十信心。
我们修学真的是一年级、二年级按部就班来，不能劣等啊！啊，初信为菩萨，等于说佛教小学一年级。啊，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须陀洹相等。啊，断正功夫，初信跟小须陀洹相等。可是智慧呀，超过须陀洹太多，那须陀洹不能比啊。啊，为什么？大乘是接受过大乘经教的熏陶，他不一样啊，不像小乘那么样的执着啊，严格持戒啊，有执着，有分别。对于开智慧就产生障碍了。啊，烦恼障断掉你就得定。所知障断掉你就开智慧。啊，所以小乘有所知障在啊。连阿罗汉还没不能避免呢。啊，可是大乘起步这两障同时放下。啊，那就看你放下的多少。啊，你放下的越多，你境界就越高。啊，璎珞尘经语经上讲的，这个实德，我们在此地可以说说，想想我们自己。第一个，遭苦能忍。这个很重要啊！无论受什么样的苦难，你要能忍啊！你不能忍呢，你就不能进步，你就退了啊！无缘无故在这个世界障碍你啊，障碍你修行，障碍你学法学习。你能不能忍？要能忍啊！要知道，这叫大乘。那大乘人比较容易知道什么人？哎，这些障碍我的人呢？他过去是我障碍他了，现在他来障碍我，你就会欢喜接受了，你就真的能忍下去啊！凡是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个苦难。这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因从呢，因是自己造的。啊，我到底有没有过失？啊，有过失，赶快改。你看，他提醒我，让我反思，让我把过失找到。这是恩人啊，不可以埋怨他了，不能怨恨他。那你就错了啊！人是没有怨恨，不但没有怨恨呢，有感恩啊！这是大乘啊！我这一生的修学啊，学佛58年啊，可是我的忍辱不是在佛门学。是抗战之后啊，我在南京念书，我跟一个同学学来的啊，可是我同学离开之后啊，再就没见面了啊，他姓白，白振华，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同班同学啊，可是那时候我们小啊，年岁小，年轻啊。啊，我总是欺负他，啊，总是开他玩笑，有的时候开得太过分，
啊，甚至讲是侮辱他。这个同学是真有忍辱功夫。啊，那么他常常在背后跟别人在一起，他对我很赞叹，对我很尊、很恭敬、很佩服。啊，以后我听到同学，我心里很难过。啊，我对他是什么态度？他对我是什么态度？啊，一年两个学期，一年呢，我就学会。啊，对任何人不再有不礼貌的态度，我跟他学，他是我忍辱波罗蜜的老师。那所以我以后就学会他，无论什么人对待我，我都能忍。啊，能忍，心是清净，而且他不但忍，他赞叹你。啊，我自己有缺点，真正反省，啊，找到了，啊，果能改吗？没有缺点的时候更感激，为什么？他替我消业障，这在佛法里学到的，啊，没有过失，人家冤枉你，好事情啊！你的业障怎么消啊？你看人家，啊，冒着多大的危险呢？啊，他来回报你，来侮辱你，来陷害你，他将来要堕地狱啊！你能够忍辱，你能够反省，你能够改过自新，提升自己境界，我们要把所有功德都回向给他。为什么呢？他将来纵然堕恶道，减少痛苦，这是报恩啊！这是大乘菩萨教的啊，什么都能忍啊！你要是懂得这个，你每一次遭受重大的苦难，能忍，那个境界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所以，我学佛这么多年，啊，我学了两句话了。佛经上有，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真的一点不假。啊，每一次重大的挫折都是大幅度的提升。啊，所以对于啊这个回报啊侮辱啊伤害，我都非常感激。啊，他对我有界限，有对立，我对他没有啊。啊，这一关比什么都重要。啊，你要是有对立的这个念头，第一关呢，你永远不能突破。啊，第一关是什么？华严经初信无也。那个一念经，你永远进不了门的。一念即进门，要把见烦恼五种放下，你才能入门。啊，见烦恼第一个身业，啊，执着有个身，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边界，就是对立；啊，第三、第四我们讲成见。就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啊，坚固执着不肯放下，这样造成啊，最后一个叫邪见啊，错误的见解，通通放下，你才能够如初心为，在小乘的时候，你才能证虚陀洹果。那你不能忍不行啊！啊，所以诸位读经《金刚经》，
《金刚经》读的人很多啊，《金刚经》虽然讲六波罗蜜，它最侧重的两个布施忍啊，布施能修福啊，啊，财布施修的是财财富啊，法布施修的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修的是健康长寿。你能肯修这三种布施，你一定得三种果报。啊，如果你烦恼具足，也就是身见、边见、见趣见，你通通有，你修这五种是得人天福报。如果这五种都没有的话，你成就的是功德。为什么呢？你证果了。这一证果就是圣人了。啊，超凡入圣了。虽然还没有出六道，你是佛法叫小圣，永远不堕三恶道。啊，你在人天两道修行，天上人间，纵然没有佛法，啊，你也会有佛菩萨照顾你，啊，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你肯定断见思烦恼，你超越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啊，没有佛菩萨注视，你成独觉。啊，你自己会开悟。为什么？遭苦能忍。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什么东西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要把它舍干净。啊，我们从这个教诲想到我们以前念的，在前面贤首品啊，贤首品里面有五首偈啊，非常重要，特别是第二首啊，第二首教给我们什么？不求五欲即王位。你看这个世间人的时候，哪一个不求那无欲财色名食睡啊？啊，佛教我们决定不能有这个念头，啊，不要有这个念头，无欲要放下，啊，过日子随缘就好，啊，就真的不求，啊，财色名食睡要放下，啊，王位什么地位呀，高官呐。啊，释迦牟尼是王子啊，他不出家，他继承父亲的王位啊，舍掉了。啊，凡夫是求啊，真正明白人，修道是明白人，不求。那第三个呢？富饶，自乐大名称。啊，富饶今天讲财富啊。人几乎全迷在这里面啊，修行人自己都保不住啊，财富一现前就变心，这是我们知道啊，财富不现前的时候，哎，还像个修行人样子啊。从前李老师在早年呢，我们在求学的时候，他老人家跟我说啊，就建庙啊，大家出去化缘啊，哎，这个个是菩萨了，一心一意啊，到外面化缘建庙，庙盖好了，他个个都是罗刹，啊，争名夺利啊，我化的比你多，我要做当家师。那个时候我化的也不跟你不相上下了，那我做知客师，
大家就争。我见过，我见到这个现象，啊，那个时候，在这个台中乡下，啊，有个小道场请我讲经，啊，遇到寺庙里面天天吵还打架，为什么？就是争这个地位。那庙刚刚盖好没多久，啊，我回来的时候跟李老师讲，李老师算了，别去了，因为今天没讲完，没讲完没关系，你不要去了，那不没有道心嘛。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讲禅林宝训。因为他们那个寺庙叫禅林寺，啊，请我讲经，我就讲禅林宝训，啊，大概讲了十几次，啊，李老师叫我不要去了，啊，所以这个财富害死人呐，啊，贪着这个，你的清净心怎么能现前？你看你伤害多大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给五祖和尚提的报告，第一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你看看，清净排在第一了。贤首大师做的这个望境还原观啊，第一段。行一体，自信清净圆明体。我们心本来是清净的，被这些东西染污了。你不放下怎么行？你不放下怎么能修清净？啊，就这个要放下。啊，自乐这是小乘。啊，别修小乘，小乘是求自乐，啊，不发大心呢，帮助别人，所以这个不能修。啊，大明称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荣誉啊，知名度啊，啊，讲的是这个。啊，在古时候叫高官显爵，啊，这做院长的在台湾人，做部长的没有人不知道啊。啊，那王位是国王啊，国王底下的大臣，统统要放下。啊。不但不求啊，你念头都没有，这个才重要啊，你才能真正的把这个灵性呢向上提升。第二呢，慈悲深厚啊，所以头一个叫我们能忍，叫慈悲深厚。这个是大乘菩萨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真有慈悲心啊！悲是能够知道众生苦，要帮助他；慈是与众生之乐，用什么方法？用教学。教学里头最重要是身教。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就不能影响人。啊，现在的教学非常重要，感化。啊，感化不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做的还不到位，不能怪他。啊，他的业障习气固然很重，我自己做的不够。啊，一定要认真努力。
啊，菩萨道、圣贤道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往内求啊，不往外求。啊，所以佛法称之为内学。啊，中国古圣先贤讲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问题出来了。那化解的方法呢？一定自己反省，绝不在外面求，外面是永远求不到的。啊，我们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前后总有14人，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化解冲突，没有办法把这个社会带向安定和平。什么原因呢？他都想外面，这个人错了，那个错了，这就没法子。谁错了？我错了。人人都向内求的时候，问题就解决。啊，向外求就错了啊，外面不能解决问题的。啊，只有自己向内求啊，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没有后遗症。啊，往内求，头一个，身心和谐。你说多快乐啊！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就晓得，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的？学圣贤之道得来的。啊，在佛法里面，你天天学习经教，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这个法喜欢喜。养生啊，啊，是你身体不会害病的， 啊什么会能害病？怨恨会生病，烦恼会生病，啊，发脾气会生病，啊，心平气和，他怎么会生病呢？笑脸常开，你看我们佛门在中国，啊，你一进山门。头一个见到的弥勒菩萨，弥勒对你笑啊，你要学他了，这个欢喜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啊，我们细心去观察啊，你看你前后左右这些人，凡是笑脸常开的，这个人一定很健康；凡是愁眉苦脸的，他一定有病。啊，你再看看儿童，那健康的儿童，你看他一天笑多少次？他每天笑几百次啊！啊，你一逗他，他就笑啊。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啊，你要找欢喜的事情，欢喜的事情向圣贤去找，啊，向这是向佛菩萨去找，别去找世间人。啊，他们没有啊，他们烦恼习气太多了。啊，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向圣贤学习。我们才真正的受用啊！啊，这深厚的慈悲，慈悲用世间的话讲就是爱。啊，这个爱里头有智慧，有理性。啊，不是情识。啊，情识的爱不究竟。啊，感情的爱的时候，后遗症很多；智慧的爱、理性的爱，叫慈悲。啊，这是自性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第三，修习善根，
你看他不是学习，是休息。那为什么呢？已经学了，已经学了，要真干呐。习就是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工作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我们念佛修成净土，弥陀经上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把善根摆在第一了，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因缘我们遇到了，我们都是有缘人，那我们能不能往生呢？关键在善根福德。善根是什么呢？简单的讲，能信能解，这是善